亲爱的朋友，您们好吗？我是林平方。之前你已经学过 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技巧，而且我也讲解过有关抠图的要诀，也就是要先找到适合覆盖头像的面孔方向，注意头像的大小比例，把头像覆盖到适合的位置，最后就是调整头像的倾斜角度。今次的视频我们就正式来学习怎样去抠图，我会示范整个抠图的过程给你们看。要学习抠图并不难，你只要依照我的方法一步一步去做就可以了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实习抠图吧。打开你所要修改的图片，整张模特儿照片都是一块背景图层，我要把我的头像覆盖上去，找出我要用来覆盖的头像，把它拖进背景图层上面。你会看到我的头像图层跟背景图层大小比例不一样。点击快速选择工具，大概的选取我将要覆盖的头像范围。现在只是很粗略的选取，等一下还要做精细的加工。现在我所用的方法是从里面扩张出去，加号表示从头像的里面推向外面，按住滑鼠的左键推出去。如果你觉得选取的范围太多，你可以在这里点击反方向，按住滑鼠的左键，减号表示从外面推回去里面。这朵花你可以决定保留或者不保留，随你自己喜欢。选好大概的范围之后，在选区范围内右击通过拷贝的图层，拷贝出一个将要用来精细修饰的新图层，这样就产生一个新的图层。把我原本的头像图层隐蔽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新图层加以精细修改，把多余的范围擦掉，只保留我的面孔和小部分头发。你将会用这个新图层来覆盖模特儿的面孔。如果画面太小，你不方便修饰的话，你可以按住 Alt 键加上转动滑鼠的滚轮，把它放大。请注意，当你按下 Ctrl T， 头像调整图层的大小比例、倾斜角度都可以任意调整，头像图层的位置也可以任意移动。现在我们先把多余的地方擦掉，右击橡皮擦工具，按住滑鼠的左键来回移动，把多余的部分擦掉。如果图像还是太少，你可以再放大一点。放大之后，如果要修改图像不在正中位置，你可以利用旁边的水平滑条或垂直滑条，把需要修改的部分移到正中位置，做起来会比较容易。现在我们继续擦掉多余的部分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要给一点耐性。尤其是越靠近面颊的部分，就更加要小心处理。
修饰面颊时，我们要把它再放大来做。按住 Alt 键加上滑鼠中间的滚轮，把它再放大一点。因为我们是以下巴作为参考点，所以这部分一定要修饰得很精致。沿着面部小心地继续擦掉多余的部分。这部分比较难控制，你再按住滑鼠左键，移动时要很小心，不要把面颊部分也擦掉。如果你没有把握，你可以用点击滑鼠的方法，一点一点地擦掉它。尽量把黑色的边沿删掉。靠近面颊部分用点击滑鼠的方法，一点一点的擦掉是最为有效和精准的方法。如果你按住滑鼠左键，在面颊边沿拖动，就会比较难控制。一个不小心，就会把面颊的部分也擦掉。如果不小心擦到面颊怎么办呢？像这个位置擦到了一点面颊，有办法，可以按 Ctrl Z 来还原。又不小心擦到面颊部分了。可以重复的按 Ctrl Z， 一步一步还原回去。如果你嫌它修饰的不够精致，可以按 Alt 键加上滑鼠滚轮，把它放到更大来做。面颊部分已经修饰的差不多了，再按 Alt 键加上滑鼠滚轮把它缩小。接下来按 Ctrl T。我要调整头像的大小和倾斜角度。头像的大小要尽量接近模特儿的头像，最好是把他的面孔刚刚好完全遮盖。你可以把要覆盖的头像贴在模特儿头像的旁边，一边比较一边调整。头像缩得太小，就把它拉大一点。倾斜角度尽量调整到跟原本的一样，然后把头像覆盖上去。我们要用下巴作为基准点，下巴的位置尽量对准模特儿的下巴。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很接近完成的阶段？不过我们还要再把头发那部分整理一下，才能达至更好的效果。这部分的头发太突出了，等一下要把它删掉。此外，
你随时点击这里都可以把头像图层关闭，跟背景图层的模特儿头像互相比较。当要修改覆盖的头像时，再把新图层打开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，头像的大小、位置和倾斜角度是可以任意调整的。譬如说覆盖上去之后，你觉得颈部太长，不成比例，你可以把头像的位置拉低一点。也可以移出移入，互相比较双方面孔的位置和大小。摆放到你认为适合为止。不要小看这些程序。如果你要抠出完美的图片，在这方面花多一点时间是应该的。如果你觉得头像的大小、位置等都满意，就可以继续修整头发那部分。这部分的头发太突出了，我把它擦掉。蓝色的头饰我也不想要，把它删掉。我想要模特儿的发型，尽量把我自己的头发擦掉。这朵花你可以决定要还是不要，随你自己喜欢。如果要保留自己的花朵，这部分就要特别小心的处理。我暂时决定不要了，把它擦掉。当你擦到这里，你看到这里已经露出了模特儿原本的耳朵。我们抠图的宗旨是尽量不要露出模特儿的面部和耳朵。按 Ctrl+Z 把它一步一步还原。这里只剩下花朵的一小部分，看上去不大美观。当然，你可以自己填补一些颜色上去，例如黑色，作为头发的一部分。或者拷贝一些小事物上去作为头饰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按 Ctrl+Z， 一步一步的把刚才的花朵还原。如果要还原的步数太多，你可以直接点击历史记录，直接去寻找刚才的步数，把刚才的花朵还原。如果花瓣之间空隙太小，不方便修饰，你可以在这里调整橡皮擦的直径，把它弄小一点来修饰。把要覆盖头像的图层关闭或登开。不断的比较，不断的修饰。好了。现在大功告成了。这是我的面孔，但看上去整个人的身躯都是我自己的模样。这张图片是不是很漂亮？这就是整个抠图的过程。如果你们还有任何疑问，那就请留言给我。各位朋友，刚才我已经示范了整个抠图的过程，你认为抠出来的图片是不是很完美？
严格来说，抠出来的图片的确是很漂亮，但并不算太完美。如果要做到天衣无缝，还需要做一点功夫。为什么我认为它不算完美？我先在这里卖个关子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，以及怎样才能够弄得更加完美，请继续收看我的下一期视频吧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不错，那就请给我一个点赞，顺便留言，帮我订阅，并且打开旁边的叮当，以及把视频分享出去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